箱子，我准备干个实业，你跟我一起啊。老头子年纪大了，干不动了。再说了，他这家破电影院每天到晚就放一些那么老的片子，谁爱看？不过呢，好在我聪明，我马上就把他给盘活。我给你规划规划啊，就咱们这个厅啊，最少得摆上六桌。电影院摆那么多桌子干嘛呀？谁说要开电影院了？说了不想当放映员，我要在这开个麻将馆。你想想，这里就摆上四桌了，那如果把电影院这全部摆满的话，那一晚上得挣多少钱呢？你动脑子想一想。还有这，在这里摆个小桌，你就在收钱，我们就开始发家致富。小伙子，我要看电影。我们这关门了，不开了。我都等了很久了。你等等我，我们真关门，老奶奶，你可以来打麻将下次。小伙子，从前我跟我老头子每个周末都上这儿来看电影，你看，这些都是我们看的。看，我家里还有好几本呢。我知道你们这儿就要关门了，但是我就想再看一场。不是，我们这真的已经关门了。小伙子，我买两张票啊，谢谢啊。哎，这是您的票。